各位观众，欢迎大家收睇我哋呢个频道嘅节目《生活品味》。呢度就系同大家分享生活有关嘅资讯啦。今日我哋要带大家去睇下2023年6月20日嘅尖东黄昏市面嘅情况。如果你哋有啲咩意见，记得系留言区留言啦，唔好等啦，就去片啦。
好美啊！